Hello， 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很开心呢，可以跟这么优秀的主持人一起聊天，聊很多天，聊感情，聊美食，我真的好爱吃的。还有你们现在来访问我，如果再过下个月或下下个月给我，我又更胖了，这件衣服我就穿不下去了。那希望大家如果来台湾有什么问题呢，立刻立马到我的 FB 留言，我有空了我都会回复大家。要去吃什么？要去玩什么？要去买什么？还有我们这个东西卖多少钱？捷运要怎么搭？动物园怎么去？我都可以问，为大家来服务，好不好？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 Mr. OK TV， 你 OK， 我当然也 OK 的啦。